不要用腿扎稳了，腿扎稳了，再来，腿扎稳了，用这个力量，你的步先不要动啊，你的步先不要动，腰回来，腰回来，回去，腰回来，啊，步不要动，腰回来。冬天才减罪吗？才要啊、哦！步先不要动。步不要动，意思是这个也不能动。不要动。啊。只要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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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之后的讲，我国标有讲是吧？是看这种动作，比如我们到这边的时候。不会吧？那你反过来，晃就这样子，或者是像这样。是啊，这也是用身体啊。这个身体，可是我们没有那么明显，因为我没有那么强烈的反射。这个运动方向不一样啊，你那个是转的。对对对。这个不是啊，这个运动方向是这边，这个。啊，它是这只、啊。对对对。看不懂？看不太懂。啊，我懂了。是要转掉，就是把它收起来。这里。啊。这里他又往下吗？没有，这往前，往前，往前，往回。这个西洋剑很多啊，西洋剑用很多这个，脚不要动，脚不要动，不对，不是转。脊椎摆回来啊，爸，就是这个腰啊。对对腰，对，这样吗？看得懂？步不要动。哎，有点像吗？对。啊。所以你看别人西洋剑练西洋剑的字很多啊。你看西洋剑，他们练的步，他们。很大的步啊，他们练，对，是不是？对，他们的步是这样的，腰一样是往前送啊，对，尽量远啊，对，这种，啊，这个力量啊，他这么八卦的概念，就是没有连接吗？啊，我们就是没有连接，我这先让你单独练了 啊，你的启动在这边，好 ，OK， 所以你这个出去以后，你的回来。这个力量大啊，这个力量大，你的连接在这边啊，啊，这个力量大，你才能回得来啊。所以启动点在丹田这里，不是在腰。腰哦，腰哦，好，听不懂？对对对，腰。八卦炮锤，以前我讲过哦，炮锤那个也是一样啊，炮锤打出去，不是这样打。是调大吗？对，调打，不是这样打。打出去是，也是一样，这个腰，你看，腰往这边移啊，哦，看不懂，不光是这样子啊，顺的吗？啊，是逆的，什么？顺还是逆的？什么？啊，顺，这个力量，是方向同一个方向，还是一样，这个，对，那腰力量是从哪里点出来？腰是这有一块距离，大概是这边。我的腰的起始点呢，我要用哪一块？起始点就是整个腰。你不能说用哪用，你不能说用哪一块。你放着，你来，你环着我腰，你跟我说是哪一块？你看我这样打哈，这样是没有嘛哈？没办法讲是哪一块。对嘛？你不能说是哪一块啊，我这样动是哪里先，没有嘛，它就一整圈啊，它一整圈是这样子嘛，哦，你看，所以我这个出八回来，八回来，八回来，连背到丹田全部一整圈都是连里连外，哦，看是不是，看不懂。不是哪一个，
一字练就是这一招的，这个回来回不来。哎，对，最难的。就是你没有用到这边，你用腿，你回。所以我看他们影片上有人是先把它举起来，再转回去。那你哪有时间回来？对，又一二了，又一二了。等等，啊，所以腰很重要，腰有力，所以这个腰要会这样移动，这样移动，所以腰不仅仅是这样转，腰不仅仅是这样转，要能够这样移动。中摆，平移，尽量不要倒。不是这样子，平移，啊，我是这样，你这样晃，哎，晃，对，对呀、啊，晃也要靠腰，哦，对，啊，我们有两种，一种是骨盆会跟着出去，一种是。相反，因为我们这样拉，因为我们没有这个间距，是常常这样。如果有间距就不需要这样拉，那个也是要一个对拉。所以有时候间距那个要靠腹。对，所以有时候我们这边出去的，我们可能是朝这边要对拉，我才出得去。对，因为还有跳舞要有一个婀娜的状态，身体有曲线比较美。基本上我在考虑，因为做对了自然有自然美。对 啊，我们已经不考虑这个，只要合乎。合乎道理就是对，对，但是还是一样，功用不一样。好，哦，差太多了，啊，真的开心。好，所以你练你要慢慢练，不要快，会伤到腰。你们在练这个腰的时候，Hello， 注意一下。你们在练这个腰的时候要慢，慢慢做，慢慢做顺，慢慢做顺，腰有力了，你才可以快。哦，是。一下就快，很容易伤到，很容易伤到。嗯。啊，所以练这些从慢来，你要知道你的启动点在哪里就好了。哦，啊，这个出去，腰送，回来腰。腰启动，回来，晓得吗？慢慢练，啊，你那个错了，不是转，是这样，方向不能变。不要用腿，不要用腿。不要用腿，你的启动点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对。